你害死了师父，还没听懂吗？你敢动艾玛拉一分一毫，我定杀你！怕毕竟是西阳公主，苏氏林川。爷子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要不提前说一声？ 这条鱼身体这么强壮，一定很补的。我们去旁边看看吧。啊！干嘛你扔？你送我的，当然我来扔！气死你！如果当初我就可汗赐婚，你今天就…… 他可比草原的蛐蛐好看。那是银四哥哥的心意，你这算什么？真希望哪天我能去长安看看。可师父说他们在打仗。没事，我陪你去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嗯，那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